请两队上单，黄 plus 那小虎，打野黄 plus 天 ，Oh my, I am the sky。RNG， 喂，中单黄 plus 不。上午一样热血沸腾，现在都已经开始期待谁可以研究 MSI 的对手。是的，已经期待很久了。是的，谁在研究 MSI 的对手？谁放了这个话？觉得对抗了。不过在这之前呢，先提醒各位观众，先把猪哥叫来嘛。春季总决赛，召唤视频。你先叫一下猪哥。英雄联盟三大官方直播渠道：英雄联盟电视台、掌上英雄联盟和赛事官网。叫下阿居。赛后视频最新内容一网打尽。猪哥。除了以上的官方直播，您还可以选择虎牙直播、斗鱼直播、企鹅电竞、哔哩哔哩直播、腾讯体育、腾讯视频、新浪微博、微信游戏直播、赛时体育赛事频道等平台进行收看。心血来袭，激情澎湃，冰男，加油！是 GLA SUV 与你一起无畏进行到底。你想不想来吃吗？状态到位 ，LPL 战略合作伙伴，光明摩斯烟，为你寻遍世界的美味。给我拿一瓶这个。国友，一起 happy， 一起干！战略合作伙伴，哈尔滨啤酒与你举杯共享高光时刻。拯救降临，为战而生，联想拯救者邀您相约召唤师峡谷，一同见证奇迹的发生。神装就位，急速应对。美孚速霸润滑油，从峡谷到公路，快速保护每一程。TCL 全场景 AI 家电，智慧科技更懂你。2021年官方指定家电产品，及时补水，全力输出。娃哈哈水，娃哈哈水。2021年，娃娃嘴瓢了。还有肯德基，不应该呀，娃导。这么多年了都，这才什么场面呀？举世见证 LPL 的王炸时刻。有能量换马来，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为2021 LPL 加能量破万象。全新 OPPO Reno 5 Pro 加，有实力更有速度，为你全力而战。上苏宁易购搜索 LPL， 为战队加油助威，赢取赛事专属福利。找游戏 CP 就上 TT 语音，超过一亿玩伴等你连麦开黑。选工作就像选英雄，电竞招聘上猎聘，上猎聘 APP 搜索 Buff 获取你的高薪加持。还有我们的雷蛇毒葵终极版，祝你 carry 全场。奥风 LPL 联名电竞椅火热发售中，想赢做奥风。英特尔酷睿 i9 为大型而生，英特尔酷睿 i7 为游戏而生。光明莫斯利安星厨甜品系列现已全新上市，灵感源自世界经典甜品，但是一口美味。赞助广告肯定多呀！光明莫斯利安与你寻遍世界全球锦衣。还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腾讯体育的电子体育赛事，还要感谢指导单位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武汉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那么同时呢，感谢联合举办单位武汉文投集团，以及感谢承办单位光谷中影电竞的鼎力协助。同时还要感谢赞助越多，我觉得越好。上海瑞。金会展、杭州和风舞美的制作支持。那么同时呢，本赛事的直播是由天云提供的全程技术。云顶之弈、光明与黑暗新赛季预约现已全平台开启，预约免费解锁狂暴模式，让你上天天这个小小英雄稀有弹。4月19号至20号，绝对拉风！云顶之弈、光明与黑暗首发铁空间也将落地在武汉。
艺术们呢可以前往武汉琴台大剧院与沈超、草莓、历史男孩等你喜爱的英雄联盟以及云顶之弈的主播同场竞技畅玩新赛季，详情呢请见英雄联盟的官方微博。还有我们的2021LPL春季赛决赛一触即发，现场还是屏幕前的粉丝享受到已经无比期待这场五星战地球比赛。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位神秘的超级粉丝，他有怎样的期待吧？买那个皮子！把我也打了，心跳到位了，追踪。嗨，大家好，嗨，我是 LPL 的超级粉丝哈酱，很高兴能跟大家见面，期待今天两支战队的精彩表现 ，All we fight for。让我们看电竞，喝哈啤，一起哈啤，一起干。那么买两瓶哈啤吗？买两瓶吧。就你点一下嘛，点两瓶嘛，来嘛，啊，来嘛，点两瓶嘛。看比赛喝哈啤。我也期待今天两支战队的表现。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看电竞，喝哈啤，一起哈啤，一起干。好的，欢迎回到比赛，我们的春决马上开始。这个赛事越办越好，现在赞助商感觉可以喝一点，好吧？是的，是的。师叔前两天送我啤酒，特别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给我们来小酌一点。我们这次舞美呈现的支持啊，就是刚才开幕式，现场看的震撼效果和屏幕震撼效果各有各的震撼，确实，现场就感觉就是整个地都在震。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实名选手来到舞台之上，这个出场仪式也从他们眼神当中看到对于这场比赛的，我觉得啊，他们这个决赛的席位，其实两支队伍来说都是有些得来不易的。对，感觉两支队伍都算是就是低开高走，低开高走，哎，越打越好。现在一路打到决赛，现在不管是一个状态啊，包括一个气势，都是来到了顶峰。对，而且主要是我们看两支队伍之前的晋级路啊，其实是都是比较有坎坷的，因为至少都有一场赛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季后赛的强度来说，是我们想看到的。对，嗯，特别是我们今年赛制的一个改革，对吧？这种双败的赛制，哎。感觉也是大大增加了咱们这个季后赛的一个观赏性。对，其实双败赛制我们一直在讨论嘛，说双败赛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之前我们在一些节目里也采访过选手，他们其实说的也很直接，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综合实力很有信心的话，我们是很希望双败的，因为哪怕有一些失误，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的机会。但是如果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更强的对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单败，对吧？我们一轮把他们带走就可以了。所以两支队伍是经过了真的是层层的筛选磨练，包括 RNG 就打了个复活赛，对吧？这么多年的复活赛，以后是真真正正的复活赛比赛，而且都打满了，都打满了，真是真真实实打了个 BO10。对，但这个 BO10 直播能喝酒吗？哎，直播我觉得大家其实看的应该是很爽，因为质量非常高，所以也代表双方的水准。好，那我们也知道 LPL 的决赛前呢都有一个传统，那是什么？垃圾话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手能搞对对方有什么想说的吧。算了，我看一下。有点直播被封了的。能喝吗？那可以，天玩，去拿两个杯子来，我跟蚂蚁晕一点。Hello， 大家好，我是安静。快点，打他去，直接去。大家好，我是小宝贝的辅助会长。你能不能喝？很多人想到我们会，我肯定能喝呀！我他妈问的医生的呀，医生说少喝点没问题的。上一次我们进决赛也怎么了？遇到安静，然后拿下冠军，觉得这一次的剧本也写好了。我是也比较对我们掌握这块的，他那个英雄现在没怎么接，还有什么英雄？我会带你们今天 V 赛五个七星黄金两名。听说 RNG 是四保一的，所以我来了，传闻是真的，然后保的是上头。我觉得虎哥一定是值得的。你知道虎哥有多难吗？你知道虎哥的压力有多大吗？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在乎你的防御塔。RNG 四保一，能赢 ，nice。觉得我们打 RNG 的话，中路可能选个卡丁，到16级我们就已经装起来了。方 plus 的话也没什么好研究的，二级抓上就完事了。收到。但二级抓上是不是有点奇怪？不用了，谢谢。其实，在上路长手打短手，我也有一套的。我可不可以做你的二师傅？不用了，谢谢。제가중국어를배우고있는데중국에이런말이있더라고요쯔치웨이후샨샨란청구既然帅哥的别吃别吃是对牛弹琴的话，那我就换一招庖丁解牛来针对你。酒杯给我拿过来。庖丁解。九牛二。九头牛才顶两个。啊。九牛二。牛的。我建议小田可以开始研究 Ken 用了。其实 MSI 的对手我倒没怎么研究，但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可汗的超话。
中手多姿，中手中手，众所周知，我们上路是双人签嘛，懂的都懂。嗯，我们可能不止两个三单吧，三个三单都有可能出现。哦，姜一般都是老的会辣一点，威可能还差点火候，但我觉得威更威猛威猛。醒一醒吧，出一巡，野区外面全是刘青松，你已经被包围了。第一，我不叫魏，我哎，我叫魏。第二，如果高二叔敢进我的野区，我就去刷朱硬币的野。你的野区我来守护，你的上单我来守护。别搞别搞，整个 LPL 唯二不玩左右的两个人在决赛封的了，也挺有意思的吧？我觉得我跟 Crying 的话，两个应该不会离开中路线，两个都在塔下，我在野区吃兵吃野怪，是谁的野怪这个不好说。一个人玩了沙芬，一个人玩了卡玛，这两个人能选出这种英雄的话，应该你好尬了吧？我觉得我们下路大概率就是一v一大战吧。你好，凌晨大神，我会 TP 到上路去保虎哥，不会跟你打。牛金说的话真是挺久的嘛，长得这么帅，为什么要打职业的？出道好一点吧。OK。这个是牛逼，很烦的。希望大家都为我撑腰。这个逼笑的。这孩子看着就聪明，跟 FunPlus 打的时候，我们多动动脑子就行了。上次跟你们打不是三比零你们了吗？我觉得我的大师弟现在都没这么好打。重组 RNG 龙光，我被义不容辞。如果他们带我拿春季赛冠军，我就帮他们洗脚。RNG T， 我操，怎么还有龙少？我们来说挺不容易的，因为之前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希望这次决赛拿到冠军。第一次进春季总决赛，燃起来了，决赛就算成功。说实话，怎么样算成功我不是特别能去定义，但是我知道只有把每一场比赛赢下来我才会开心。这个春季赛的冠军奖杯我们 FPX 要定了。欢迎回到 BRG 统治的年代。我操我操